把这些个地方小的筋节你自己的时候你就都给它刮开了的。你要是给患者做呢，一定是埋线，埋线的话要快得多啊。这个地方我现在画出一个是眉毛来，上边是发际线。我们如果去看着这人皮肤比较厚，血管不明显啊，血管不明显，我们去干个什么事儿，沿着这个位置，沿着这个眉毛的眉头，就是这个是眉毛吗，这是眉，沿着眉毛的眉头，这点是一根血管长上来的，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眉毛的这个头上面往上走，我稍微近一点，顺着这个眉毛的这个头奔上走，这个位置这个点就不进针。然后怎么着，眉毛，这是眉毛，在两个眉毛的正中间这还有一根血管，我往这边站着啊，你对着那解剖图软件你看着我啊，这是眉毛，在眉毛的正中间这往上走，这还有一根血管，中间那个进针的点是在哪儿啊，是在这两个点的正中间这个地方进针啊。各位老师能听明白我说那意思了吗？顺着这两个点中间去进针，你只要是往这个点，这个后边这个点是在哪个点啊，后边这个点是在眉毛的正中间到你眉梢的这个位置啊，顺着这个位置然后再去找在中间这个位置再去进针啊。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呀，对，我你就听着我说啊，你只要把这个原理给想明白了，它就不可能没效果啊。它只是说有的人199课件里头都有，我现在我也可以给你放这课件，有用吗？不做实操，199课件里都有，高清摄像机拍的有用吗？我现在给你拿出10到20分钟的给你放这课件有用吗？我不把这道理给讲明白了，你光看课件你就会了吗？然后呢，你仔细去想，然后剩下的在两个眉毛的眉头的正中间，这儿往上画一条线，在这儿正中间，然后怎么着，再在这儿扎一针。你只有这样去扎，针尖都是朝上，都是朝向着，因为你要让血上去嘛。咱刚才为什么讲面瘫、讲额头啊？明白什么意思？你要让血上去吗？你在这儿一上去，然后这个血这样的话不容易出血，血管不容易鼓包，然后怎么着，你就在这儿去扎，就按照这个方向去扎，你就看这解剖图软件看一眼就明白了啊。有课件啊，就在咱们这个199里的都有啊，199里的线下课也有课件，有书，线下课讲的时候你就记住了，也是讲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应该是在哪块去下手，就讲的是这些个内容啊，然后讲的是正骨针灸加那条相互组合。来，我把这些个位置都做完了，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能发现，我把这个人头皮再给你装上会儿啊。这个是耳朵吗？这个人现在鬓角白，在耳朵后边这个位置没有大血管，这是你的耳尖，在耳尖的延长线，这是耳尖啊，耳尖顺着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没有大血管，顺着这个位置朝上扎一针，解决鬓角白的问题，就是这块白的问题。掉头发，头发稀少，好多女，好多人女的那种头发少啊，就是，哎，她现在人都胖乎点了，一个胖的，稍微发福点的女士，然后呢，你只要是在这块，然后在这儿扎一针，鬓角的事儿就能回来 ，OK。线下课有学习资料，有书都有啊。4厘米的线，6号针啊，咱们在咱们199的那小群里头都有，在咱们进了群了以后都有链接的啊。叫二类医疗器材啊，选择这些个正规的啊，真有别图便宜啊，那种贼便宜的，他妈几毛钱一两毛钱一根的那玩意儿，连针带线的别使了啊，买完了以后他妈麻烦啊，咱这都有正规资质了。然后呢，大家把这个事儿给想明白了，我能把这事儿给大伙儿讲清楚了啊。然后待会儿再跟你讲点其他的这些内容啊。咱们还是给大伙儿，你就记住了，你听公益课的时候，我在这儿一遍一遍给你放视频，放这里199的视频，我给你放没关系，我给你放俩小时，
对你狗屁用都没有，我把这事儿给你讲清楚了啊。来，再想想刚刚说的是什么呀，壮的啊，身体壮的人，这个头发白了。如果说用埋线最快啊，六号针四厘米的线啊，用埋线，咱们减肥的话是六厘米线七号针啊，咱们这课件里都有啊，就跟外轮廓提升是一样的，就咱白转黑跟咱们那个课件里的外轮廓提升是一样的，外轮廓提升也是这么做。也就是说你用埋线的时候，你不单单是，你就这么想去吧，当你在这一圈你给它埋完线了，白发会变黑，然后还能怎么样，你就数嘛，几根嘛，数这份儿嘛。来，你仔细去想，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效果，抬头纹浅不浅，抬头纹浅了，眼角纹浅不浅，眼角纹也浅了，外轮廓整个这个面部的头皮往上一拉紧实了，然后怎么样，你这边的头发开始浓密，从白的开始变黑，它是你做完这一圈埋线了以后会有 N 多个好处，它并不是只针对于白减黑，你的抬头纹也会浅。OK 吗各位老师？这还有老师问的，老师埋在哪一层？这是头皮，里头就是骨头。来，你觉得这个地方会五花三层吗？你说这个地方能有多少层？老师埋在哪一层？你说这个地方有几层？199里的都有手法演示，高清摄像机拍的啊。埋线的腺体一定能吸收，它叫蛋白线，25天到35天就完全吸收掉了，就没了。人体能吸收的蛋白线，你不会埋一个缝衣服的线进去吧？那不埋上就肿了。对，真的是我跟你说，就是各位老师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就线下课教大伙薅舌头似的，还有的人跟我说呢，啊，你这舌头怎么转啊？怎么转？我真的把你妈拧掉了啊！这什么人都有，真的是都特别有意思啊！就当老师，你得有一个，好多人说的，说刘老师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别生气。我说我不生气，我说我天天我回答好几百条信息，我要真生气的话，我还到不了，讲课都讲十好几年了。要爱生气的人，我早就锻炼出来了啊，啊，没那么容易生气，没啥人能气着我的啊。然后呢，再跟大家去讲说瘦人，这人瘦。哎呀，满脸都是褶子呀，岁数不大呀，50-60岁呀，身上褶子又多呀，腮帮子都往里头塌进去了啊，都塌进去了。然后怎么着？你们参加线下课的就回到自己的群里头，联系各个群的助教就行了。咱们一共有20多家公司招生的，你就直接的在你的群里头联系助教啊，然后你就直接的就是直接就要这个要名额就行了啊。咱们这期的名额应该还有个百十来个吧。这期咱们会上是所有开的课里的啊，就是近期咱们开的这7期课程里头，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家酒店了。就是不管是装修也好，什么乱七八糟也好，这是，而且它是一新酒店啊，新酒店的5星级酒店啊，就特别好，特别好的一个，那什么环境都特别好啊。最主要的是你们要能早来一两天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南天门转一圈。然后呢，你在自己各自的群里头，在你各自的群里头，然后呢，有一个300块钱定金，你就交那个定金，然后就有人拉你进那个报道群就 OK 了。这个人如果要是特别特别瘦，如果要是特别瘦，说明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气血就亏虚，他就没有那么多血，他身上自己这条血液，他自己供自己的脏腑循环、五脏六腑还不够使，他供胳膊腿的肌肉都开始萎缩了，小细胳膊小细腿都成这个模样了。他还顾得上头发吗？他就顾不上头发了，对不对？你针对于这种人，就是这种人，白发变黑发难不难？难。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效果好不好？不好。这个人特别干巴瘦的，特别虚的这种人，血虚的这种人，你想让他这个头发，那叫血之余，你本身就虚。来，我就问问你，他有一圈线，然后气血就充足了吗？做得到吗？他做不到。各位老师，他做不到。这个时候你就得找到背后的原因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吸收差呀，还是怎么着？那就是消化不良的那套嘛，后背蝴蝶掌，然后在前头怎么着？该埋线，对不对？增加的食量，
对不对？消化不良的给他改善肠道，对不对？然后营养特别差的这种怎么样？给他吃点植物蛋白，让他喝点甘蔗汁，营养肠道菌群，给他吃点乳酸菌，明白什么意思？恢复他的气血，整个的气血，让他先面部红润有光泽了。给他吃点永虫草，明白什么意思？给他吃点这些个东西，让他把他整个的气血都给他调动起来，面色开始红润起来了。血是从哪儿上来的？血是从这儿上来的。你这个时候你要看他干巴瘦，你就别给他埋，你也别给他刮痧，你也不用给他扎针灸，他好，他白，他从那白的他变不了，明白什么意思？他变不了，特别干巴瘦的这种，他效果他就是不行。少白头，咱们这里头有啊，有案例啊，15岁就白了，到55岁40年，然后学了蓝天一码的课程，自己给自己给这骨头白了，然后就从这白的给他骨头黑了，然后跟我说啥呀？说他妈的，我让我家的人，说我们家的人全这样，好多人都跟我说，说我们家的是家族遗传，啊，遗传的白，然后我也就信了，我从15岁我这白头我就信了，结果没想到55了，我上了你这课了，我自己都没扎针，拿刮痧板刮吧，他就慢，陆续他就黑回来了。他说我这年轻啊，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候白着度过的，说那个时候我要能听有这样一堂课的话，何至于我一辈子。最帅的这个年纪，我就踏踏实实的那什么呀，啊，我踏踏实实，我最帅的，你想从15岁一直白到55岁，啊，小伙子最精神的那段就白着过来的，啊，后边的话直接刮痧就行，很少有人用虫草啊，在线下课都会讲，后边的话你后边后脑勺的这种很少有人后脑勺白，为什么呀？你就想这一个道理，看见了吗？后脑勺白的人真的是不多，你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椎骨里的还有一根大动脉血管，贼冲的一根大动脉血管往上供血啊，只是说前头这些个地方七了拐弯的地方走的地方过的地方太多，有可能堵的地方最多，对不对？没头发的人也分原因，天一码的课程叫什么呀？叫诊断大于治疗，就跟说大家在群里的问我似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在群里的问我各种各样问题，你得先跟我说他这个病做过什么检查，他多大岁数，对不对？重症的时候你得跟我说他什么样，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抬头纹也可以埋线，在199里的都有抬头纹、川字纹、法令纹这些东西都有，面部提升啊，就是在咱们这个199课程里都有。还你要问我抬头纹可以埋线吗，就证明199你就没买呢，你就暴露你啊。你就还是说那句话，你就记住了，各位老师，你就记住了一条199这个课，你只要买了，这是你这辈子花的最最最有价值的199啊。你仔细去想去吧，就是你现在花的这个199是你这辈子你花的199，买过鞋，买过丝巾，买过包，买过手套，这是你花的199里的最值的199，这辈子你绝对会为你花的这个199，你能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敢说这个199是你花的最值的啊。大家仔细去想想，这个人他如果要是没身上他要没营养，你就饮就跟说那水管似的，你在村里头大伙都知道，说你村里的浇地，明白什么意思？你浇地，你村里的总的那个水，那个水泵管它能浇出水来呀，那一点都没水，我把那水渠里的打扫的再干净，它没水它有什么用啊？它浇不了地，你只有说那边出水，水渠里哪儿堵了，然后你再去给它疏通开了才能浇地嘛。 OK， 各位老师能醒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听懂了你就收嘴帮我打波一啊。这是咱们199的课程里的啊，199的课程，头疼、面瘫的九针、甲状腺的结 节三级以下的、三 A 级以下的、四 A 的到四 A 的 啊，两鬓白，刚才讲过了什么原因了啊，看血管走廊图就行了。甲状腺结节4A以上的，